科布多草原是位于蒙古国中部的一个广袤而壮丽的草原地带，被誉为蒙古国的明珠。这片草原以其开阔的视野、独特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。下面将详细介绍科布多草原的美景及其独特之处。科布多草原被誉为蒙古国最美丽的草原之一，它的壮丽景色和广袤面积令人叹为观止。草原上青翠的草地延绵无垠，远处的山脉和蓝天相映成趣。在这里，游客们可以远离尘嚣，亲近自然，感受无边的宁静与和谐。科布多草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态系统。这片草原是一个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热点，拥有丰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。在草原上，你可以看到各种野生动物，如骆驼、马羊鹿等。此外，科布多草原还是许多鸟类的栖息地，各种鸟类在这里翱翔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不仅如此，科布多草原还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。这里是蒙古族牧民的聚居地，游客们可以体验到真正的草原生活。你可以住进传统的蒙古包，与牧民们一起生活，品尝正宗的蒙古美食，参加传统的民俗表演，感受到蒙古族独特的文化氛围。除了草原和文化，科布多草原还拥有壮丽的湖泊和河流。这些湖泊和河流清澈见底，蓝天和白云倒映其中。在湖边，你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日出和日落，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。湖泊和河流还是各种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，你可以划船钓鱼或者观赏水鸟。科布多草原的美景在四季中都有不同的风貌，在春天，草原上的鲜花盛开，草地恢复生机；夏天，草原一片翠绿，阳光明媚；秋天，草原变成了金黄色，给人一种壮丽的感觉；冬天，草原被雪覆盖，形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。不论何时造访科布多草原，都能给游客们带来不同的视觉和感官体验。科布多草原是蒙古国最美丽的草原之一，拥有广袤的草地、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文化遗产。来到这里，你将置身于无边的草原中，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。无论是追寻自然美景、体验传统文化，还是享受户外冒险，科布多草原都会满足你的需求。在这片草原中漫步，你会被壮丽的景色所吸引，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美丽。科布多草原将给你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回忆，成为你旅行中的一颗明珠。